啊，就要上去挖苹果了。我觉得我们等下可以先上去，如果都满足。可以了啊。可是如果满装啊，没有金。没有，我们就上去打苹果啊，然后遇到人就打进了。好凶哦，真的很你知道，凶哎、欸。历届的那一种民族，就是可以撑很久的，都是抢别人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嗯，好了，我出来了，耶、yeah!！这样钻剩几颗啊？11颗，你要当战哎呦，神吗？算，可是我这里有，哎，不对，给你啊，还你，你当战神。没关系，不必要，我血很少。我们先做剑牙齿吧，一几人。过就有哎，可了。是你们有，刚刚不是有拿到那个燃烧的？燃烧的一把铁剑而已啊！哦，等下可以附魔锋利，然后附上去对啊，你有书是吗？哦。对啊，等下我先烧。先哎，用装有人有好。青金石吗？有。有，哎，我先附个装，身上的装。我丢出去了。那不是被我吸到的。那就在繁星那边。哇 我的也出去了，你那在后面啦，你来就来被来，吸走了。感恩感恩，黄金，嗯，保护一耐久啊，保护啊，保护，亲水性，你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刷到这个啊，还是我等下再重做一个？你可以先那个啊，该水离子不呼吸啊，你有刷羽毛对不对？有。那你要做那个吗？可以啊，随时给给你，你，不是，给要你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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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为个什就么？是哈，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都想做弩哎、欸，做啊，就是要给你做弩啊，给你玩，那个叫什么？半线弓，这里，弩这可以好多做乐几色个啊！什么？做几啊？啊？个？哎、欸，谁的铁帽在我身上啊？没有，那是用到保护的。又没有用到那个亲水性的嘛？啊，亲可是水它性可看以起来叠是啊，没亲有水附性魔不会的、冲突到欸。哦，真假的？对啊。欸，我把这丢出去了。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啊，铁砧啊，啊，怎么叠？我是在烧铁啦。哦，哦，啊，我这里有三个铁啊。干嘛吓人？又出来了！真的吓死！你家还要把它杀掉哦，那好可怜。这就交给你了，盾牌。嗯，什么东西不要啊？弩是不是还要做剑士？对啊，所以才给你那个啊。剑士。哎，所以我们钻石是要拿来做什么？目前没干嘛，要么就我觉是得你可以们。先做武器吗？武器不用吧，不用因为吗？打得到啊。哎、欸，我贯穿哎、欸，负，碎油，是哦。哦，那做装吗？11颗，做11颗可以做什么？每个人一个鞋子吗？没有吧，就给一个人吧。哦，好啊，那就给珊珊。是吗？我血超少的、欸。哇！历史总又咬我。我们，哎，只剩我还没被压到了。好笑哦！哎，你那我铁拿先去做做那了。个哦，铁针。我没铁喽，我身上没铁我剩9个而已。了。哎，我刚哎，你烧的们是有被线偷吗？走是不是？我只有9个。线我有。我做一个箱子吧。我来钓个哦，鱼。线哦，都在我身上啊。哎，铁给你，线给你，都在繁星身上干嘛都给我啦？啊，你不是要没做？有，你线就给我。刚好我吸到吼。啊，我先放给里我，面，我这放里里面，面有那我个放里面，我放里面，我放里面，我保放里护面。衣的铁装。啊，防爆，锋利。来，哦，
这铁真的好大声。我来做个那个钓鱼。哦，卡了一下，吓到我。哎、欸，我还有一个苹果哎、欸。先去挖等级，可是我没有金热，缺金。做红色。还可以再做哎、欸，对。烧石头啊。没事没事。想要再挖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烧石头啊，烧石头啊。你说经验吗、啊？但是我想要挖金。哦。你要说烧石头吗？啊、没有啊。做妖精可以啊，那烧金矿吧。烧金，风力六。他们怎么都可以这样啊？他们怎么都这样啊？真的希望他们是不要再剑上的，不然就死定了。主要是锄头，那一格水它有办法钓到吗？你要对得到角度啊，那个角度。对啊，拿父母好的风力二去打人家风力六的武器，加扣脸，加扣。哎、欸，有。有什么？钓鱼吗？对，钓鱼，钓到。都没有洞窟的声音哎。想逛。想打怪，不该插火把的，火把拆了。我应该钓竿。哇，有点危险。哎，其实现在是晚上哎。我们要不要出去吗？出去吗？我要怎么出去？哪边有路？自己挖。现在挖上去都白天了吧？没有，我们就往上挖，之后就在白天那里找了。好，那我先挖。他们有可能拿那个吗？金砖吗？燃烧室。吓死我了！挖开一个矿车滑下来。哇。那只鸡跟着你们呢、欸？鸡。对啊。我丢点垃圾进去好了。好像是看过，所以你们上去了吗？正在。回去。路在哪？这。嗯，历史。你挖，我去找僵尸。哇，附魔塔也没带走，太勇敢了。谁？没关系、欸，我找到洞了，没关系，这边。走啊！你们从哪里上去啊？走啊！哎，有船嘞，会下来哦。你们从哪里上去呀、啊？没有，后面，我去接你。OK， 我在刚刚附魔台这里。边。有没有看到上面在？上面在你后面哦。这个蛮小。这边，它上面有一个大洞。嗯。大洞。得到好了。有苦力炮哦。对啊。白痴，你那只鸡吓到我了。哪只？你后面有两只。哇，他上去了。哦，他看你吗？那我打他喽。有怪哦，繁星的左边。这里有苦力怕，不要啊！哦，哎、欸，那个撞稿。幸运吗？哦，撞见。哎呦，这里不错哦。击退二。哦，击退四，我们有击退四的。哦，裤子，哎、欸、呦，钻石，是哟。哎、欸，这个保护二的谁要？保护二的铁、啊，我穿。哎、欸，还有一个，啊口嘞，啊口嘞，保护二的口嘞，啊保护二在这里，被我踢到了，倒立啦。
有没有怪啊？这蝙蝠也太爱多了吧！啊，多希望大蝙蝠死了，大蝙蝠有多装备啊！好像你是真的真的好像你不是假的假的好像你。发现你要用岩浆吗？有吗？这里上面有一点岩浆啊。没有铁啊，我没有铁啊，在哪里？可是我这上面有那个苦力帕。我是不是跟你走散了啊？没有，我在这个大洞这里而已。我来了。这里，它有点上面。是不是应该刚挖捞的？哎，不对，不是这里。嗯嗯嗯，有古力帕。对啊，它现在不叫古力帕，它是宝箱。宝箱。哎呦。幸运二木剑。啊，效率四。效率三钻剑。所以我可以亏很快吗？欸，我有效率二的撰稿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有效率二的撰稿，可以拿去挖东西啊。对啊，那这个就回收掉了。欸，你有，没有，我有撰稿。好，你搞。可是上面有苦力帕哦，就是这个的上面。哪里？你的左边，可能走掉了。打打打打打，小心点！在哪里？右边呐、啊嗯！哦，是右边吗？我刚刚看到在左边哦。我船又不见了！啊，快逃！击退他！击退他！没有击退，没有击退！哇、哦，击！为什么我受伤了、啊？你有几道盾吗？但是我没扣血啊。哎，繁星！我的船呢？你怎么总又在我身上了啦吼，很讨厌这种 bug 哎、欸。哇！我刚看到你离开线离线，所以又进来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我跑去找我船在哪里。这里没东西了。哎、欸，我有击退。我刚就说你有击退啊，你拿击退四的对不对？对。白痴。刚刚发现我有击退，等一下。哇，没东西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一个给你啦。你给我什么？一个击退的木剑啊，桃木剑给你啦。桃木剑，我有桃木杵啦。好，桃木剑给你。好，放个位置。哇！怎么了？都没东西。好了，往上挖啦。往上挖。这只是不小心经过的一个宝地啊。那边啊，我挖一些火吧。往上吗？你们？对啊，只是啊，小鸡，我们刚刚的路在哪里？小鸡，你怎么会问我这个路子？不是问你啦，问哦，你在这里，这鸡在我们这边。哦，你在问那一只哦？对，他告诉我在这里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你回头看那条路，哎呦，真的哎、欸。哦，我们养它是正确的。来偷袭我！蝙蝠也太多了吧！小心哦、喔，后面有洞哦、喔！真的应该要来个友情抽哎、欸！真的！我怎么又会有怪声音哎、欸？应该在外面吧？外面应该早上啊！在早上啊！有左边哦！射杀！摸口射人！哇哇哇！等，他们在打！叫我烧烧厨，只跟哦，他们打起来了，打起来，他们两个都快死了、欸，两个大残，捡宝，都快死了，要捡中，我才有机会，哦，有了，还有一个，可以，再打起来，